快车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特快车，我是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指数又涨上来了，看也知道这叫什么整理盘，对不对？你不用管川普说什么，经济刚跟你说啥不签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跟你讲什么又改口，对不对？又改口说只贸易大战谈判的很顺利，分要怎么样，中美要分阶段取消关税有谱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贸易大战对台湾有没有利？有利嘛，对不对？你继续打下去都没关系，所以回过头来它只会对信心造成影响。所以回过头来我只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如果他签也好不签也好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要需要很在意吗？而且我要告诉各位，川普他讲什么基本上你都不用去理他了，搞不好明天要说他不签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过一个礼拜之后他又说签了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那么在意他的讲法干什么？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贸易炸弹如果打下去对台湾只会更加有利，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啊，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啊，对不对？你刚刚的看这個，哎呀老师啊，川普又说贸易协议又没有期限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路马上又反制，对不对？所以回过头来啊，你需要很在意这些东西吗？你需要很在意这些东西吗？今天又跟你讲说什么分阶段取消关税已经有谱了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了，台北股市是走多头还是空头？我一直在跟你讲说台北股市如果是走多头，那任何的拉回是你的买点，你根本不用在意川普讲什么，对不对？相反的，如果它是空头，那你就不要去做多了，你就去放空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来了，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？现在是多头啊，你要搞清楚现在是多头。可是老师啊，可是指数为什么在这里横盘？干有人不知道，只要你有看我节目的，我不管你什么时候看的啦，我过去这一个月我每天讲什么，我从高点从这里开始我就跟你讲了，台北股市呢接下来要整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全市场所有人跟你讲说1268会来，我跟你说一下，老师啊，到今年给1268要来，我跟你说预期1268今年不会来。老师为什么不会来？因为他要整理了，因为他要洗盘了，因为他要甩轿了，因为他要筑底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他在这里压缩明年的想象空间就很大，有没有？整理洗盘甩轿筑底，最后他还是要喷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怎么样，这里压缩的越久对大家越有利。你还没买股票，你还没上车的时候的人，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点赶快上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说过了嘛，和不和解不重要嘛，香港动乱都没关系嘛，这只会对信心造成影响，对台湾的经济不会造成影响嘛。但是我们的指数就是要休息，很简单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行情明明就好被喷出来，结果又爬下来，要去了又爬下来，要去了又去了、哦、还是一样啦。我还是要强调一遍，它还是在整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没有跟你讲什么时候要喷出，我没有跟你讲什么时候要喷出，我应该有讲啦齁、哦，他要喷出之前一定先甩轿回档，预期接近选前会开始喷、哦、这我上礼拜都讲过，甚至我连未来明年的行情的高点在哪里我大概都会讲过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之前所有人都告诉你什么要看12682，现在全部都改口、哦、现在都改什么样，五大法人全部跟你讲说将先蹲后跳，有没有？全部都跟你讲明年了，全部都说明年、啊、明年要上看12682，明年要上看13000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有人讲什么三大力道护台股啊，来，哪三大力道？有谁不知道？资金、选举、作战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我有没有预告？我从八月多我就告诉你了，年底将引爆大选行情，然后接着我跟你讲年底集团作战行情会开跑，然后最近我跟你讲什么这个作战行情哦，是季底加年底的作战行情。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请问选举行情我们讲，作战行情我们讲，我们事先预告，那老师资金行情呢？来，他跟你讲什么？全球央行都在降息潮，资金宽松。好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啦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这叫资金狂潮？我从七月讲到十月份了，对不对？全球必维持美国降息，全球必维持超宽松政策，比谁撒钱撒得快，比谁撒钱撒得多。好，这些我都讲过了，我都讲过，利率越低市场钱越来越多，大家就越来越想要买股票，
好，然后美国的降息，我每一次都预告，每一次都预告，每次都命中，对不对？所以结论来了，我想问各位个问题，现在你都知道，而且你也知道台北股市这里要休息，要整理，要整理到选前才要喷出，所以大行情什么时候会来？明年才是真正大行情的时候。那这个时候剩下不到一个月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？是给你布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回过头来，重点不是12682会不会来，而是他来之前你要做什么。老师啊，来我要做啥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未来1268会来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果你知道它会涨1500点，你会做什么？最低点你会怎么做？ 这里会有人叫你买股票吗？来，大家都怕到要死，这崩盘谁要买股票？崩盘呢？来，我没有骗你哦，大跌呢，没有人要买股票，对不对？来，8月6号，这里千万不要怕，别人不敢买，我带你大买，底价8月15号捡便宜的机会，8月16号这两天没人敢买，我们买了又买，有没有？第二次最低点，第三次最低点，大跌180几点哦，利用大跌的机会，我们又开始大买了。好，回过头来，我想问各位问题，他是不是在整理？他是不是在洗盘？他是不是在筑底？跟这里像不像？几乎一模一样。请问我们在做什么？而且我们买了又买之后，这里我跟你讲什么？贸易大战，所有人跟你讲贸易大战，我跟你讲，已经反应过，当下震一下就会喷出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有没有震一下就喷出了？即便这里出现跌120几点，我还是叫你买股票，有没有？跌120几点哦，我们还在买股票。为什么要买？因为三大央行都是净印钞，第四季外资将持续回补台股，有没有？然后台湾政经稳定，殖利率诱人，哎，跌120几点呢？大家拢惊到要死呢！等老师啊，老师你神经病哦，你头壳歹，跌120几点，你要跟我讲这个？请问你要说，最后有没有喷出？有没有喷出？好，现在涨到这里了，为什么他要休息？如果明年行情很大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他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休息一下再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回过来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他明年行情很大？央行只要没升息，资金行情就会来，这个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永丰金告诉我们2020年市场阳光普照，看好台湾经济居亚洲四小龙之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2020年市场会阳光普照？来，为什么台经院上修了今年的 GDP， 他也把明年的 GDP 通通都上修了？各位知不知道？我相信你都知道了嘛，我已经讲过了嘛。为什么外资惊呼台积电淡季不淡？你也知道哦，好的时候就好的，连败的时候也就好的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会好到破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目标价调到哪里？375块。那如果他真的涨到375块，那还得了？指数会涨到哪里？绝对不是只有1268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明年行情很大，你要布局，对不对？来，台积电砸兆元建厂，好、哦，刘德英告诉你明年是大大成长的一年，请问有哪一条不是要告诉你明年行情很大？全部都跟你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明年行情很大，为什么台积电要继续砸兆元建厂。第一，资金宽松，而且全世界的央行都在撒钱，这是变相在什么？刺激经济，所以肯定未来的经济会越来越好。所以为什么他说明年是大大成长一年？你要知道、哦、全球央行的宽松比重是10年来最高、啊、有没有？我最近没有讲这个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讲要整理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明年有一大堆的题材要发酵 我就不讲了、所以你要买什么？你当然要买全市场最标的股票啊。问老师啊，我哪知道三百是全市场最标的股票？我今天就要跟你分享啊，未来的倍数翻啊，就如同我前面跟你讲的每一档股票，请问我有没有跟你讲前顶？我们跟你讲前顶不是狂飙137%才跟你讲说、啊、他是飙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前顶不用卖，九阳要卖？老师啊，你叫他把九阳卖掉啊？为什么前顶不用卖？我昨天已经跟你预告了啦，我前两天就跟你预告了，飙到这里已经赚太多了，随时都可以卖。他那怎么卖？我们昨天有没有跟你讲他只要破五日线你要卖随时都可以卖，因为你已经赚够多了啊。老师你几警告跟他讲，你今天跟他操谱来，我之前怎么告诉你的？他还没飙的时候，我怎么跟你讲的？麻烦导播，你是啊，那金策新风暴，
老师你也没跟他讲啊，我有叫你买哦，我有跟你分享哦，我有告诉你哦，来多一支，我有没有跟你预告下一波将飙翻全市场的超越金策前顶？我就带你买一支，我就带你买这支嘛。来，你又跟他讲啥？老师啊，这看起来有不但会飙，看起来都不会飙，这新5G 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金策会飙5G 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前顶会飙？我那时候要跟你讲，金策400多块都可以飙翻倍。那如果股价很低，会不会爆发力更强？我是不是这样讲的？是我是不是这样讲的？啊，你讲啥？哎呀，老师，你讲股票没标了，没标你话没标啊，没标啊，个黑 K 棒对不对？我讲讲啥？下一波将飙翻全市场呢？下一波要飙翻全市场呢？金策怎么飙，它就怎么飙呢？欢迎再回到现场，阿亮有清测哦，我有没有预告？哎，我全部都预告哦，我都有跟你讲哦。阿亮问吴老师，我好谈吗？吴老师，汤咖啡 K 下对不对？为什么前顶不用卖，那九阳要卖？哎，拜托，去高十高趴呢，你也知呢。来，我当初跟你讲啥？我怎么跟你讲的？我们不要讲赚多少钱了、啊，狂飙了一大段，飙了快一倍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10月21号当天我怎么讲的？大获全胜，因为我们赚够了。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我是什么时候叫你卖的？我是什么时候叫你卖的？我是在这一天叫你卖的。后面我连续一个礼拜每天叫你卖。我想问各位，他杀下来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啊，绝对没有关系啦。我绝对没害你啦。因为老师你在打压我的股票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用心良苦哦，叫我们卖，我就叫你卖。好、哦、啊，你卖不卖随便你啦，我没意见。好、哦，为什么我要卖？因为老师当初你在买的时候，你敢有跟他讲？你敢有跟他招？老师，你敢有招？麻烦导播，不是啊，闪电101。我没跟你讲吗？好，我可以让你看 K 线啦，本来不公开的啦，但是我还是要公开啦。我再怎样，我买啥，我们买了什么，我们大赚，而且我保证你一定买得到，保证买得到哦。来，闪电101九阳，在这是不是看看光看就知道它会飙了？刚才看了，咱也飙。来，光看就知道会飙的，对不对？回撤大量长红，对不对？来，隔天保证你一定买得到啦，我不是今天叫你买哦。啊！你求求问我，我前一天跟你讲，安尼买得到无？保证买得到，我唔管你买多拢同款啊，对不对？它叫做闪电101，飙起来就跟闪电一样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啊！你有清楚无？老师，为什么你跟我讲的前顶不用卖？那你叫我把九阳卖掉，你可以告诉我原因吗？我刚没跟你讲，哎，我有叫你卖，我叫你卖了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卖？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，它的营收是创新高的，它的获利是很好的，好到。不像话，对不对？我下面也飙，来，为什么九阳可以这样子飙？因为它的获利实在是太好了。你会发现哦，哎，单季大赚 1.63、哦、每一季都赚钱哦。可是你会发现哦，它股价涨了一大段之后，大家就会开始看它，它的获利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想问各位，它的业外从它的获利从哪里来的？几乎全部都业外嘛，本业16%，有没有？本业16亿，业外怎么样？业外怎么样？81嘛。有没有？几乎都是业外嘛，有没有？甚至第一季有没有？本业亏钱，业外大赚；本业赚一点点，业外大赚；本业赚一点点，业外大赚。那请问你告诉我，今天如果一档股票涨了一倍，你会不会去看它？它是从它的获利是从哪里来的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讲的，为什么我要叫你去买这只股票的原因，因为它的获利，它获利很好嘛，它营收创波段新高嘛，改写波段新高嘛。请问你告诉我。他的获利全部来自哪里？全部来自本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你要去买安泰克的原因。每一档股票都一样啊，不是每天涨啊，涨才跟你讲说他会飙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他还没飙的时候，我没跟你讲吗？对不对？同样道理啊，我连卖我都有告诉你啊。昨天 VCR 你也看过，你也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买这个，有谁不知道的？有谁不知道的？我买的是在哪在这啦，三角形整理末端量先价形准备要喷了，对不对？它这里已经出量了，它还没飙哦，可是它量已经出来了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已经有人在买这只股票了，所以我们才要买这只股票嘛。来，有没有飙？我讲完隔天有没有飙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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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涨停板。没有啦，隔天老师行情不好呢，行情都不好，行情也不起啊，啊，谁你的股票会飙？谁你的股票会涨停板？来，有没有飙？再飙，阿你有好谈无？拜托诶，卖个看吼、哦！你若爱未赚，就一日今仔日一定爱来啊！我待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今天一定要来哈、
两根涨停板，昨天改写波段新高压回来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昨天没有涨哦，昨天是创新高，可是它是压回来哦，没有涨。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？我昨天还是跟你讲，我看好还会飙，我有没有这样讲？有啦哈，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今天你有飙不？今天有没有飙？今天继续狂飙啦，今天继续狂飙啦。回过头来，你去看金，你去看九阳，为什么开高走低？欸，老师，今天你大起，谁来伊无起？他为什么没涨？他为什么没涨？我已经讲过了嘛，我已经讲过了嘛，他的获利全部都是意外嘛，所以你要见好就收嘛。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叫你卖？为什么？然后为什么我要叫你去买这个？我为什么要叫你买这个？因为他会飙嘛。我总要找人取代九阳，找人来取代怎么样？前顶嘛，说不定他就是下一档前顶啊，说不定他就是下一档九阳啊，没想到他也飙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的看法一样没有改变啦哈，我要带你买未来会飙的，不是一直在跟你讲说我九阳赚多少钱，不是一直在跟你讲说我前顶赚了多少钱，那个没意义，真的没意义。来，今天你报纸打开，你会看到这个，很夸张，对不对？泰硕列注意股票101次，什么叫什么意思？被警示，欸，这个代表他被警示太多遍了啦，飙涨太多，飙太久，然后被列注意股票，被警示，就被注意，这被警示，然后101次创下今年台股的记录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什么样的股票可以这样子？欸，我之前跟你讲的金策有这么夸张吗？被警示，被分盘，可是也没有这么夸张啊，有没有？一百控一百呢，对不对？有没有 1.5 倍嘛？我之前跟你讲四星也没那么夸张啊，有没有？被警示、被列注意股都有啊，可是有像这样这么夸张吗？老师，你讲这個，你讲这要创啥？你也不贪啊！拜托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之前在跟你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是用嘴巴讲的哦。我之前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？我之前讲的时候在哪里？我不是用嘴巴讲的啦，来，我要摕证据你看啦，我拿证据给你看哦，来，我们之前在操作的时候，我30几块跟你推荐的，还没飙的时候，我60几，我40几块跟你推荐的，然后飙到100多块，飙三倍，对不对？三月有没有？30几块跟你推荐，40几块跟你推荐，飙到100多块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支股票的原因，它叫做泰王，最像泰硕的未来明日之星。老师啊，你刚才说泰硕，你跟我谈，拜托的，你不是说你之前跟我说的赚三倍，那你有预告吗？麻烦导播，不是啊，魔鬼大风暴，我就带你买这支股票。老师为什么要买这支股票？来，我先公开啦，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支股票？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支股票？ AI 背后的资金，泰硕魔鬼大风暴。老师为什么？你敢说为什么？欸，我4天前就拿到报告了，受惠数据中心跟 5G 散热需求成长。好，这是泰硕的报告。来，在这儿，老师啊，你很想好笑吧？你有跟介绍那两支那个办有无？这哪有跟你标？欸，台北股市长这样子哦，那股票都变变叫，你哪有股票要往下跌的？往下跌，往下跌。欸，今年到现在3个多月都还没涨的股票，我问你，你要买什么？你要买那个飙到外太空的股票吗？不是嘛？你要喜欢买这点不对啊？为什么买？欸，它跌这两天了，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在两三天前我就已经拿到报告了。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叫做魔鬼大风暴？泰硕像龙卷风一样横扫整个市场。欢迎到回到现场啊！你知道它被警示几次吗？列注意股票101次，如果一档股票可以被列注意股票100多次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它从头到尾一直飙啊，飙，它的涨幅非常夸张啊！你说飙几倍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我跟你推荐2次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大赚。现在我又找到一档股票，它叫做泰王。为什么叫泰王？因为它是最像泰硕的未来明日之星。为什么你要买这支股票？为什么明松要跟你分享这支股票？你要听清楚，谷底还没喷出啊，就跟当时我跟你讲泰硕的时候在哪里，30几块的时候还没喷出去的时候，涨到100多块哦，30几块涨到100多块哦，然后呢，
配列注意股票101次，我告诉各位，这只股票谷底还没喷出，未来会喷翻天的股票，你要不要？你去想一个问题哦，如果你可以在这里买泰硕，该有多好？屁啥不会？中间被列注意股票101次，最像泰硕的未来明日之星有没有？我再讲一个，我再举一个例子啦，前面金策狂飙 1.5 倍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说你不要去追，来，我跟你讲这只股票，我跟你分享九阳大涨一倍，我叫你卖，你看我全部都知道，我卖，我连卖我都节目上公开预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什么？最像金策的四季大标股，它涨一倍，因为金策也涨一倍嘛，那泰硕大涨三倍嘛，我现在跟你讲说这一只叫泰王，最像泰硕的未来明日之星，谷底还没喷出，未来会飙翻天，那你要不要？我今天要跟你分享，不要再用眼睛见证别人赚大钱了，别谈你自己来，只要你有来你就赚得到。今天要跟你分享这只股票，想要大赚的，想要翻身的，赶快买。老师妹妹妹卡点回来，铁金股票今天要送给各位，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支股票，它叫做泰王，最像泰硕的未来明日之星，今天要送给各位，不限任何名额，点回卡海通，只要你有来，免费送给你，打电话进广告。168战神专案，掌握精选标的，全力出击，掌握精准转折，全面获利。战神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战神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，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，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168战神专案，掌握精选标的，全力出击，掌握精准转折，全面获利。战神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战神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Check 每年至少测量一次，有家族病史更宜注意。Change 改变生活形态，规律适度运动，均可饮食，二多三少，戒掉烟与酒。Control 真患病，听医生的话，早晚量血压，抗制药达标。对抗沉默杀手，谨记血压三 C 管理。飙股特快车，欢迎到我要现场哦！如果你还没赚到钱，你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的，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来，明松跟你分享，明松。跟你分享这种股票，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潜艇，好不好赚？赚都快翻掉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跟你讲的九阳，好不好赚？半个月大涨一倍，还叫你卖，然后这次叫你不要卖，继续飙，狂飙137.8，请问好不好赚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你今天看我节目不是来看我告诉你我潜艇赚多少钱，也不是看我来跟你讲说我们九阳赚多少钱，所以我要跟你分享新的股票嘛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我最近跟各位分享的新股票有没有飙？安泰克有没有飙？飙翻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跟九阳一样，获利非常好，而且它来自本业。同样的道理啊，九阳狂飙了，潜艇狂飙了，我找取代他们的股票，我找取代他们的股票，所有会员全部都大赚。哦，我不管最近我们买的股票，不管是加币起，今天创波段新高，所有会员转播团，波接波谈嘞，每一个都大赚，每一个人都大赚，不管安泰克还是加币起，哦，我就不赘述了啦。全市场只有我敢这样子讲，
你们老师敢这样讲吗？所有会员拢大赚，因为阮买这個，因为阮买这個，全部拢大赚，全部都大赚。我不是跟你讲前顶哦，我不是在跟你讲前顶哦，我不是跟你讲九阳哦，黑龙过去啊哦，有没有？那未来呢？未来我们要买这只股票，我要跟你分享，你会发现过去的股票在飙，有没有？1.5倍，139%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他们有被列注意股票101次吗？台塑，我有没有跟你分享？我有没有跟你分享？我当时怎么告诉你的？30几块的时候，我跟你讲啥？这叫起标点，要喷出去啊！今嘛，我要跟你讲的，赶快起标点。泰王最像泰塑的未来明日之星，我今天要跟你分享，要送给各位的这支股票，它叫做泰王最像泰塑的未来明日之星。谷底还没喷出，未来会喷翻天。那如果它是谷底，它还没喷出，未来会喷翻天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赶快买，想要大赚的，想要翻身的，赶快买。今天电话拨得通，只要你有来，我们不传真，直接告诉你泰王是哪一档股票，我要送给各位。你还没大赚的，你就把电话拨通，免费送给你。打电话，祝各位超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